好，那我们现在试喝这个乌克兰的 Porker Beer， 那它是4.8% 而已啊，哦，那它是 Lager， 然后就哦，它保存时间要18个月，蛮久的，哦，然后它一罐是500cc。味道蛮淡的，嗯，它就是它的味道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我自己喝海尼根喝习惯了，我觉得它的味道蛮淡的，然后有一点点那个小麦啤酒的香味，嘿，跟一点点的那种酸度，对。然后它的那个泡泡啊，就是其实它泡泡没有很强，嘿，但也不至于到那种像那个拉姆基啊，英国那个啤酒的那种里面有氮气瓶的那种那么细致。它这个比较像欧系的，像那个伯丁汉那一种爱丁格那种啤酒。哦，那整体而言就是，嗯，我觉得是当饮料不错，哦，那俄乌战争打这么久了，哎，第一次喝到乌克兰啤酒，哦，那 Seven 有卖，啊，一瓶多少不知道，那现在4瓶75折，哦，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，然后未满18岁不要偷喝酒，好，那今天试喝就到这里为止，好，拜拜。